大家好，我是不是老铁的小铁软和硬。大家好，我是国杰。大家好，我是丁力。今天我们要玩一个史上最公平的扳手腕力量比拼游戏，就是罗杰两根手指扳阮泽义，我们猜谁会赢呢？一根手指了，现在太看不起他了吧？也这么嚣张吗？太嚣张了吧？没有几根，这么嚣张？没有几根？两根和他两根，两根好。怎么那么？我不信了，怎么那么猛啊？两根手指，别给他掰断了啊！掰断了，我。三，为了宵夜。二，为了宵夜。开始。哇，这个算什么？这个太滑了。我感觉好像不是因为太滑了。好，现在人都过去了。那不算，不算。让把那把卡了。啊，我不慢。哇，三，二，一。这样不公平吗？我要试一下。哎，好，史上比零，哇，这么大，像当没有发生过，我说这不公平。下来，我左手啊，他的真好大呀，爽了，爽到一定境界，对不对？哎呀，这个滑就是到底是玩哎地板动作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现在猜秒，今天猜秒，我猜0.5秒，你读一下，我2秒。好，我一定会秒，是不是有点三？等一下，没开始我就是这样，哎，不对，你知道吗？我要公平。好，三，等一下，坚持了，我说我就蹲那里。三二，等一下，零点五秒，我开始。我猜，你先用你，我先用你，他先用我，先用你的。对，三，哎，我先用你，用你，三，用你，哎呦，那我这样没有，好没有，好了，哇，0.5秒。哇啊！不行，今天结束了，我请吃宵夜，你付医药费，好像还差一个呀。